这个就是我换上这个甲状腺的时候 OK， 因为其实之前的我是属于已经是消瘦身材，而且是非常的健康，然后也因为一场病了就把我变成了这样子的样子。所以我就是吃着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了，哎，我的痘痘问题是改善特别特别的大的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就是我皮肤上是有蜕变了很多，就从一个很暗淡的我变得很亮的那个皮肤的肤色啦。我为什么会开始吉娜这个事业呢？其实是因为在前半年的这个不怎么愉快的时光了，就是我的存款是从五位数，然后面临到比较危机，就是三位数都不到的这个存款，所以我也是很紧张的，就是跟Joanne说，我很想要开始这个吉娜事业，但是我不懂如何去开始，因为我之前是做着这个瘦身事业的嘛。Joanne当时他也有跟我说一句话，就是其实时间不等人，而且其实不是说吉娜只是否瘦身，还有健康上来的一个改变。皮肤啊，然后荷尔失调啊等等的，对，所以我其实这个月是正式加入了吉娜事业，是第三个月的时间，对，然后也在第一个月的时候呢，收入也让我觉得很可观 ，OK， 因为其实这辆车是在我今年三月份出的，我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加入吉娜这一个事业，然后也在一个月呢，就是可以获得吉娜公司帮我供了一辆免费的车。